间休闲读书，相识相爱相处。出门前试试天气什么温度，好确定自己穿哪件衣服。不能不管天冷天热只管哭，别让人家说的只要风都不要温度。起床起来跑步跑跑跑，上班做饭走路走不走，逛街休闲读书，相识相爱相处。若冰，快起来吧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有鸡蛋、牛奶、果汁、面包，快起床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么好，这么丰盛啊。哎哎哎哎，今天我就准备了两份，没带多余的。没关系，我这个人要求不高，一份就够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又吃我那份啊？你看看你，大家都同住在一间屋子里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行了，你俩别争了啊，我一点心情都没有，我那份要求你吃了吗？你看看，那还是人若冰好，你跟人家学学。若冰那是心疼我，你以为让你喝呢？来，那是心疼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争了，你们两个我都心疼，好了吧？哎，若冰，哎，怎么了？是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有点头晕。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就是饿的，都怪你，抢什么抢？你快吃吧，快吃吧。对不起啊，若冰，那你吃吧，我不吃了。没有，真没事了，真没事了。哎，你最近老犯晕吗？好多次了，哎呀。好多次了，那得赶紧上医院，别有别的什么事儿啊。不去不去，上医院太麻烦了。哎，那不行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就是啊。乖，听话，乖啊！快快快，咱们上医院，上医院，上医院！好吧，来，走吧，慢点，慢点。那，哎哎，若冰，若冰，算了，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。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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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没事儿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看人大夫都说了吧，你就是瞎担心，我只是有点血压低。还有点血糖低。哎呀，刚才我这颗心啊总算落在地上了，刚才一直跟那儿悬着呢。你不知道你晕的时候我这魂儿都快飞了，我真以为你得了什么严重的病呢。是不是以为我得绝症了，我快死了啊？我真是想来着，可是我又不敢想，我怕你。嗨，我想到了生死离别，可是我为了安慰你，我又把你送到医院去了。你有那么勇敢吗？哎呦，若冰，你可不知道，逍遥刚才那脸色都变了，一开始哎特别红，后来就发青，再后来就发白，白的跟一张纸似的，好把我都给吓着了。我这跟变脸似的，我。哎，你可比变脸厉害多了，人家变脸怎么着，这手里还拿一道具什么的，您这倒好。手里什么都不拿，说变就变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别贫了，快上班去吧。行，我上班去。你看，为了送你去医院，我连西装都没穿，真是。那今天我不上班了，我在家陪你。不行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希望你好好工作啊。那好吧，那中午饭你不能对付，行，叫个外卖啊。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。那你多吃点糖啊。我知道了。那。哎呀，我这是关心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行行行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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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走了。若冰，哎，回来了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。
哎呦，你怎么又买了这么一大堆东西啊？营养品对你好啊，蚂蚁精、蜂王精、麦乳精、田鸡精。哎呦，行了，乌鸡精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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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吃我就成妖精了。快吃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再说吧，啊。不行，你快吃。真吃不下去。哎呀，你就快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呢，不听话呢。怎么样，若冰？哎，好多了，我已经。哎呦呵，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啊！嗯，真是太让我感动了。我发现逍遥对你真是百般呵护。觉得是百般呵护，可我觉得是百般折磨。嗯。你说这么多东西，他天天让我吃，我哪吃得下去呀？我有一好办法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既可以让你解除痛苦，还可以治你的低血压。有这样的办法？那要是有这样的办法，这些东西就全归你了。全归我？嗯。你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两天也是浑身没劲儿。正好补一补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干嘛？方子。哦，方子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我碰上一个医生，他告诉我一个偏方，专治低血压。什么偏方？这个偏方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既好喝又好用，既好看又好买，专门治低血压，还可以软化血管，而且还有美容养颜的神奇功效。怎么听着这么像虚假小广告呢？哎，行行，你快别卖关子了，到底什么偏方？其实很简单，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。哎，这个方法不错啊，若冰，以后你就每天喝一杯红酒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让我天天喝红酒，我又没有酒量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这是治病救人。必须喝，这样我跟逍遥每天监督你喝酒吃药。不行，我要天天喝酒，将来我变成酒鬼怎么办？嗯嗯，酒鬼就酒鬼呗。你不怕？你变成魔鬼我也不怕。就把它喝了吧，我这是特意为你买的高级红酒，你看，这是目前知道的最简单的治疗你低血压的办法。你知道我平时不会喝酒的。我知道你平时不喝酒，而且我最讨厌喝酒的人。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你就把它喝了吧。嗯，乖，听话。那好吧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我进来半天了，你看没看见我呀？自顾自的说甜言蜜语，我向你们俩提出抗议。这都不懂，恋爱中的人眼里是没有别人的。逍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呀？爱情的力量，爱情可以使懦弱的人变得坚强，可以使胆小的人变得胆大，还能让正常人变成傻瓜。哎，若冰，你怎么忽然喝起酒来了？你也不理我，是不是你的眼睛里也看不见别人啊？我早看见你，但我现在正在酝酿喝酒的情绪，我没时间跟你说话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？我疼他还来不及呢，我惹他生气干嘛呀？那你还让他喝酒？你可知道他现在是个病号，你就这么照顾病号啊？不是他要喝酒，是我劝他喝酒。是你劝他喝的？哼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把若冰灌醉了以后，然后你再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的目的正大光明，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那你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喝酒治病。喝酒治病？治什么病？相思病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说。这喝酒啊，可以治低血压，软化血管，知道吗？对女人的皮肤也特别好。所以我决定，让若冰以后
每天喝一杯。真的？对。第一次听说喝酒还能养颜，那我也想喝。你喝了它吧。哎，好。若冰喝。干嘛呢？你在喝陈药啊？哎，你这干嘛呢？嗯，我也在喝陈药啊。你那什么陈药？你那是补品。嗯嗯，我这个是药，我这是补药，你那才不是药呢，你那是酒。我这是药酒。嗯。啊，对了，若冰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平时不是晚上睡觉之前喝这个药吗？对呀。怎么现在改成早上了？我发现呢，这个药对我特别的管用，所以我决定早一盅晚一盅。你早喝就不怕犯迷糊？不怕，我已经适应它的药性了。哎，你说这药对你真管用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比你的亮，我的脸比你的红，我的皮肤比你的润，我走路的姿势比你端正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听你说这话，感觉是给我们这口服液做广告呢。你见天的不是这个经就是那个经的，给自己补着，哪天别发神经了。这发神经也比没精神强。亚娟，嗯，我觉得我最近呢离不开他了。我要是不喝，我就犯困，我就没精神。你不会是上酒瘾了吧？我觉着也有点像。得了，咱们这屋又多出一女酒鬼来。要真能多出一个有才华的女酒鬼，那不是一件好事。难说。葛亚军，啊，来，快点快点，帮帮忙。哟，搬东西快。什么呀？好喝牌葡萄酒。哦，来，我给你搬去啊！哎呦，你这是在哪儿弄的呀？哎呀，我跟一朋友要。快喝口水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行，待会儿再搬吧。哎，还有好几箱呢，再来一箱，再来一箱。哎，整整十箱，这回够你喝了吧？十箱啊！你都打算让我喝了？哎妈呀，够我喝好几年的了。哎呦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呦天，这么多酒你哪儿弄来的？跟朋友要的呀。我发现这人一做了生意就是小气。小气？谁小气了？我那个朋友啊，刚开始啊我就跟他要一箱，不愿意给我，说什么男的喝酒对身体不好。我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女朋友当药喝，他这才勉强给我的。我也难怪，你说你管人要了这么多酒，人凭什么给你啊？再说了，我要喝这么多酒还不成酒鬼了？就是，你真打算培养成一个酒鬼啊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当药喝吗？这够我喝好几年的了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亚娟，好些天我都没喝酒了，还真有点馋了。我开一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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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尝尝。拿杯子。哎，走你。哎，包装还可以啊，瓶不满啊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尝尝。哟，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呀？换了新药不适应。对，原来那药太高级，现在这是国产药。哎，不对，逍遥，哎呦，头怎么这么晕啊？我好久都没这么晕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话说的呀？逍遥啊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啊，你说。咱能不能把这个药啊换回原来那一种？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啊，原来那种高级药吧，太贵了，
这国产药虽然是次了点，但是它不花钱，你就对付着点吧。就是，先把这十箱喝完再说啊！走，逍遥，搬。小爹，来呀！逍遥不在。若冰该吃药了。若冰，你别跑，该吃药了。是，哎，班长，我真的，咱们能不能换一换？不用换了，这种药对你有效。亚军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数一二三开始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。不要！哎，我快，还有。哟，哎呦，哎，逍遥，怎么了？快，你看，流鼻血了！哎，流鼻血了！流鼻血！你快躲着，拿纸！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拿那个红线把中指拴上，我奶奶教我的，特别灵，就中指拴上。你那都属于封建迷信。不是，你这是不是上火了？真出血！哎呀，没有啊，你怎么了？吃什么了？没吃什么呀，跟你们吃的一样啊。不可能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好像吃完晚饭以后喝了两瓶乌鸡精，又喝了两瓶鳖精，啊，对了，还有两瓶熊胆汁，啊，还有两瓶蜂王精，没了。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是补大了你。你赶紧找一老中医给你调调吧，你。别，我不去。这好嘛，好不容易补补，还得去医院再调理，又得花我医药费。不去。哎，没事，小便宜吃大亏。行，甭管。看电视。自己扛着。你真得去看看。知道。哎，我这肚子怎么又开始？不行。没事吧你？没事。哎呀。哎。跟着说，哎呀，君，要不上医院吧？哟，若冰，进步不小啊。开始主动吃药了啊！哎，等逍遥回来以后，我一定告诉他，让他好好奖励奖励。现在已经不需要我监督了。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药的药性了。是吗？我就说嘛，只要有我在，再刁的嘴我也能给他搬过来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嗯。哎，我发现呢，这个红酒的好处啊，确实是挺多，不光是你们跟我说的那些。嗯。我自己最近发现。它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。什么？我喝完酒以后，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灵感，有助于我搞创作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看我新写的诗。哎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这是你写的？不是。那不就完了？我写的跟他的不一样。哦，你对不起啊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逍遥啊！哟，你酸不酸呢？我这牙都疼了。我哟，露露，哎。今儿怎么来了？你这可是稀客呀！我不是想你们了吗？来看看你们。逍遥呢？出差了。啊！哎呀，我一个人待的可无聊了。哎，咱们几个出去玩吧。好啊。我就不跟你们去了，我现在要专心的搞创作。啊，那好，若冰不去，我陪你去啊。跟你玩有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想找个人好好的浪漫一下。浪漫？嗯。怎么浪漫？
和一位儒雅的绅士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，喝着红葡萄酒，彼此看着深情的眼神。就这么简单？你干嘛舍近求远呀？你不是想要一位儒雅的绅士吗？我就是啊，你不是就想喝点红酒，点点蜡烛，对点眼神吗？这太容易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若冰的药。错。今天这不是若冰的药，这是好喝牌红葡萄酒啊。你的意思是？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吧？我怎么会对你有企图呢？哎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你的纯洁的友情啊。那咱们喝酒的时候还用对眼神吗？哎，对眼神就算了吧，反正咱俩的眼神都不太好，不对了。不对眼神，那咱们就开始浪漫。好啊。你们俩准备开始浪漫了？对。那我就先躲一躲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是。若冰，你先陪露露聊会儿啊，我下去买点好吃的下酒菜，一会儿咱们好好浪漫一下啊。好好好，等着啊。哎，你看我新写的诗。露露，我发现啊，这红酒特好。我也发现了，我最近皮肤特好。不过就是喝了以后头特晕。那是你不胜酒力，你知道吗？你喝完酒以后啊，脸红红的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特迷人。我要是男的肯定追求你。喝完酒以后也特好看。真的。然后还能作诗，特别的有风韵。我要是男的，我就跟逍遥竞争。其实啊，我喝酒都是为了想逍遥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就这几天吧。哎呀，我特别理解你，相思啊。其实你这只不过也是为了借酒消愁嘛。哎，这真所谓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。我回来了。嘿，肉冰，我回来了。逍遥，逍遥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我真高兴。哎，露露也来了。今天真好，大家有雅兴坐在一块儿喝红酒。不是今天，是每天。肉冰，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了？法国香水。香水有什么用啊？又不能喝，要是红酒就好了。你红酒啊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喝的这种酒啊，口味一点都不好。我特别想你当初给我买的那瓶。哦，啊，若冰啊，你不会变成酒鬼了吧？放心，我是有节制的。对，我们每天喝的都不多。哎，对，那看来我的担心就是多余的了。嗯。你哟，逍遥回来了。嘿，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开几瓶酒，给你接风。哎，都是自己人，接什么风啊？快算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哎，你走这一天可想死我们了，尤其是若冰。不行，咱必须得好好给逍遥接接风。嗯，你不知道，我最近有一个新发现。什么新发现？你看这喝啤酒虽然好喝，但是不行，长肚子。早就跟你说，我发现这喝红酒好啊。你看红酒又好喝，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医疗的作用。你不知道，我们三个人现在每天都在感受着这喝红酒的浪漫感觉。等着，我现在给你拿酒去。哎，若冰，咱拿六瓶差不多吧。今天挺高兴的，多喝一点，七瓶吧。好，七瓶。七瓶？嗯，啤酒吧。谁现在喝啤酒啊？我们每天都喝红酒。嗯，七瓶红酒。对呀。啊，你们每天都这么喝？对呀。啊，亚军，你不用去开酒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谁都不许喝酒了。哎，干嘛呀？真扫兴。
没情调。喝红酒怎么了？这红酒是好事儿啊。还好事儿呢。对，你们这是喝酒吗？你们这不是喝酒，也不是治病，你们这是酗酒，知道吗？从今天开始通通给我戒酒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太痛苦了，我想喝酒。喝水。我不喝水，喝水一点灵感都没有。那就吃块巧克力。我不吃巧克力，那我要小酒心巧克力。你现在在强制戒酒期间，一点酒性都不能沾。逍遥，你太没人性了！当初是你让我喝酒的，现在你又劝我戒酒，你知不知道我没有酒我就没有灵感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我想喝酒。不行。你呀，我太痛苦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比你还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正在扼杀一个就要成名的女作家。我是在挽救一个即将成名的女作家。我不行，我要喝酒，我根本就戒不了。若冰，你要相信我，也要相信你自己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坏了。出大事儿，出大事儿，又出什么大事儿了？听着啊，你看这份报纸上说了，抓获一个制造伪劣红酒的厂家，这个厂家以低价收购的烂葡萄为原料，勾兑从国外进口的染色材料，制作成包装精美的红葡萄酒出售，长期饮用这种酒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。太缺德了！什么牌的？说呀，好喝牌的。好喝牌的，啊，好喝牌的。哎，若冰，你和谁约在？那是个情人。